咁當然啦，亦都將呢一份咧嘅收禮物咧，係回饋翻俾我哋嘅基金會，亦都回饋翻俾我哋今日在座嘅所有嘅朋友，好冇？咁啊喺呢個時間咧，小弟先獻唱一曲先，好冇？有冇異議咧？啊，如果有異議，我首先咁啊留翻俾一曲都唱。OK， 好啦，咁啊我喺度諗住又唱翻呢一首歌俾大家聽啦，好嘛？其實咧，而家咧呢個世界咧真係幾年啊！幾年大家咧仲係要戴住口罩，唔係就要做檢測，唔係要做好多嘅情況，亦都咧非常之擔心。而家咧大家咧見面嘅時候咧，大家咧都唔係講你好嘛，或者你食咗飯未啊？大家都問你中咗未啊？啊，咁啊喺度講咗好多噶啦嚇。同埋咧一講嘅時候咧中咗啊中咗我就安樂啦，因為咧我就可以無敵啦嚇。咁啊既然係咁嘅話咧，大家都仲係生存咗一個好有點樣講咧，係大家好驚恐嘅一個年代。不過應該好快脆，大家睇到慢慢嘅疫情完全慢慢去漸漸變化嘅時間，大家呢個時間已經開始逐逐漸漸，而家有零加三啦，跟住又會零加零，又聽講話19號我哋嘅特首將會同大家宣布一系列嘅令到大家振奮嘅消息，唔知會唔會包括除口罩？咁啊一除咗口罩，大家都好開心啦，係咪？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咧不單止去旅行啦，甚至乎可以通關啦，好多嘅地方大家咧可以遨遊世界。但是最重要的一樣嘢，仍然大家都要堅守，堅守住乜嘢？就係堅守住大家到而家唔好臨門一腳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啦，最近咧嗰個指標啊，成日都跳跳下，但係都需要大家繼續努力。希望我哋曙光好快脆重現，好冇？希望呢個世界由而家開始全屬大家，好冇？送上大家一首《世界由你做》，come on！做運動啦，哇！大家整嗰啲拍子，睇下大家看。人的一生挑闖漫長路，孤身走遍千山萬尺路，誰人面對勝負？强度，风云幻变后，一切都会如旧。崎岖是对手，始终闯出头。同路半路似风暴，那对命运像波涛。我学会退一步，世界由你做。信心是瑰宝，我信有天命会好。呢个世界一定会好嘅，好唔好？因为有你哋喺度，系咪？人的一生要闯漫长路。胜负这国度，终是受选藏上高强度。风云幻变后，一切都会如旧。崎岖是对手，始终闯出头。穷途末路似风暴，那惧命运像恶报。由我做，信心是瑰宝，我信有天一定会好。漫长路，漫尺路，
上都强盗。风云幻变后，一切都会如旧。崎岖是对手，始终闯出头。穷途末路是风暴，那惧命运像波涛。去一步，世界由你做，信心是瑰宝，我信有天一定会好。我知道世间是美好。世間一定好，好唔好？因為有大家喺度 ，OK， 好啦，多謝曬大家。